刷过鱼头、火鸡肉饭是观光客来嘉义一定爱食的两项美食。嘉义市餐厅业者甚至推出素食的刷过鱼头，或食菜游客买当享受嘉义经典的美食。嘉义市副市长陈淑辉已经代表市长王明辉出席中部七县市联合营销活动。陈淑辉带着真济餐厅业者用上在地的料理，吸引游客来嘉义佚佗。今天是中部七县市区域治理平台的首长会议啊、今天来参与这个会议办理我们商圈游购站的活动。那么我们在购物节呢，利用平台呢来这共同的这个行销从108年、109年、110年呢，我们每一年呢都有这个加倍加成的这个推广的这个效果。过去餐厅和观光业者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大家拢咧想办法要安怎把商品销出去。家己是商圈文化促进会理事长刘庆忠表示，透过和其他县市的商圈业者交流，找到商圈经营的新方式。商圈理事长、副理事长也都亲自带着我们的所有的商圈的经营一起来这个地方，来这苗栗县，来跟所有的旗舰市一起来推广嘉义市的商圈最美好的所有的产品。嘉义市这一次我们带领的嘉义市的东西区两个商圈，我们来这边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行销推广也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别的县市的一些商圈，一起我们也跟他们来做个一个交流，能够让我们商圈能够更知道说经营商圈的一个新模式。这个中部七县市首长会议已经进入第四档，七个县市共同提案合作的议案总共有110件，大家透过合作的方式，在环保、空气污染、观光等等的议题，共同为民众拍拼。今年七县市首长会议以商圈游购站为主题，大家将家己的农特产摆出来展示，透过联合营销，发挥更大的效益。记者邱淑胜采访报道。